气，让我来算一算这妖精的来历。此妖乃是母老虎，甚是擅长撕猴空，捞到的法力也无穷，留之后世大无穷。你在干嘛？说谁呢？盘点那些漏风的小棉袄。洋洋，不是我催，如果我不跟你爸结婚，这个照片上就是我。谁都能当金钱吗？你这脑回路怎么那么清奇呢？你要感谢我爸，不然现在还打光棍呢。别小瞧我，当初我也是有人追的，好不好？快递追，移动追，银行追， WiFi 追，人是挺多，都是追交费的。这你别笑，我发现你跟你爸一样让人生气。我看以后还是得指望我儿子。想多了，你儿子以后是你儿媳的，我以后是婆家的，招商银行、建设银行都不如合作社，我爸才是你的伴儿，舀米汤、洗澡、净办糊涂事。儿子，你知道你爸为什么娶我吗？这个问题有点棘手，不太好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婚姻除害，婚姻除害。今天你大姨让我陪她去算命，给她算命的那个先生说我125岁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灾。你们说会有什么灾呢？你让谁被人刨了？哎呦，要不就是一桌要我捉走了。妈妈怎么还没到姥姥家？你下次能不能加近一点？我都不想坐车了。好好好，我下次加近一点哈。那你以后想嫁给谁？我想嫁给我姥爷，因为我姥爷对我好。你怎么能嫁给我爸呢？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爸呢？你干啥去了？你干啥去了？我接你放学吗？你上哪儿接的？学校大门口啊。135年级是在大门口接。那你是几年级啊？啊！你就记得在南门接我就行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孩子肚子露着呢，你看不着啊？这不挺冷吗？挺快的。白天那水果也不知道给孩子洗着吃了。那不没上午。忙啥了？上好几集呢，说吧。你别吱声了，行吗？咱有理咱妈啥？那下午呢？你太不知道心疼人了。能玩上午，下午不得睡觉啊？你能不能别说话？咱有理咱妈啥？我可一下午我都没好吧。妈，过来吧。这媳妇你就你看你看又整得出，一天天拿娃娃吓谁呢？你就说我上锅我你别害怕，他不敢，他不敢，他咋不敢？你咋回事？俺不能加固，我真的我没老公啊，为什么男人都选漂亮女人啊？因为不漂亮的家里有，不漂亮的家里有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你对我真好，你带点零花钱，全给我买好吃。你看我对你这么好，那你以后得咋报答我呀？以后我有钱了，我第一件事我先给你换个媳妇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以后打算存200万，如果到老了你敢不孝顺我，那我临死前我就说。银行卡密码是，我就断气儿了。那我就用高压电把你电死，电死！哎呦我的妈！写作文不要乱用字好不好？嗯。我的爸爸是一个争强好色的人。你别笑。是争强好色？怎么是争强好色呢？每天都是忙碌的一天，干着禽兽不如的工作。我干什么了呀？还禽兽不如？哎呦我的妈！晚上才能陆陆续续的回家。你有几个老爸呀？还陆陆续续？看到他累得猪狗不如的样子，我也是喜极而泣。来来，你给我喜极而泣一下给我看呀。爸爸，嗯，都给你吧。这干啥？没事给我钱干啥？本来现在钱给你买了礼物，但是没攒够，你先留住花吧。哎呀，爸能要你的钱吗？差多少啊？爸给你。300。啊，爸给你拿，你有这个心意就行了，啊。给爸买啥礼物啊？要买啥呀？想给你买个教训，买个教。
你喜欢鬼火少年吗？不喜欢。那他要是蛋炒饭做的特别好吃呢？你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啊？妈妈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问我考了多少分，在班里排第几名？我问过你存款多少吗？有几套房吗？换新车了吗？要是二胎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过年了，大家和谐一点，文明你我他，幸福中国年。我就说了一句话。爸，我想换个车，你看这车咋样？多少钱？12万。我其实自己攒了点钱，但就是还差一点。差多少？11万8。那你还是换个地了。这娘们儿收拾上了，这是有局儿啊呀！妈咪，干屁？跟谁出去约会去啊？有没有小哥哥呀？没有，纯娘们局。你们一帮老娘们天天在一起喝啥呀？连个老爷们都喝不出来，天天喝的五了豪风，五马张飞，五五玄玄，五迷三道的。我是不是给你点亏脸了？我的妈妈五大三粗，胸如猛兽，发起火来面部狰狞。我凶你两句你还哭，你就不会夸我点好呀？我妈妈春雨落阳过三天像湿树打理。不是你这干什么呀？她看避雷山，我怕着雷劈。来给妈介绍一下，这是爸爸妈妈带小娃出去玩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不是啊，那这是谁啊？这是我，这是我小宝宝，这是我老公。你还有老公？这爸爸妈妈呢？爸妈不在这里啊？在这儿。啊，这个是爸爸妈妈。这什么呀？妈不认识呀，这个。奔腾。考试成绩出来了吧？考了多少分？你想打我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考不及格，以后别叫我妈。好的，大姐。哎呦我的妈！儿子，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。妹妹，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交了女朋友，妈妈特别不喜欢她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？换一个呗。那如果她不同意呢？不会的，她必须同意。为什么呀？她就换个嘛，还有她同意吗？那就换个嘛，还有他同意吗？你就别辅导我了，你再辅导我，我真成倒数第一了。你别听他们瞎说，其实我小时候我的成绩还是……停，我来考一下你吧。来考吧。这是什么？一。错，这是手指头。我问你，它是一十二了吗？有人。你不早说。请问。贝多芬为什么不用这只手指头弹钢琴？受伤了。错，因为这个手指头是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你请我吃饭就吃这玩意儿啊？我说我不请你，关键我问他有没有鲍鱼龙虾，他说没有啊。关键你找着地上，他能有吗？下回来吧。你说好了啊。下回你请的时候，我找个高档点的。哎，听你这么说呀，到老我也指不上你。爸，到时候我有一块钱都得分你们吗？真假的呀？真的。啊，真要有一个亿，这不妥了吗？你想啥呢？咱们唠一块钱的事儿，人咋还唠那儿去了呢？不是，你可真广，真敢要，真广。你干啥去？该睡觉了。出去的。我告诉你，别喝酒啊，喝酒就别回来了。干啥是我爸？那去呗，来吧，我要吃，要不然喝完我难受。还是我闺女疼。那么头孢吗？嗯，头孢配酒，唢呐吹酒，头孢配酒，唢呐吹酒，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你可以把手机送给我吗？可以啊。那你送啊。那要等妈妈死了才能送给你。啊！我不要，我要妈妈。那如果妈妈死了，你就可以天天拿妈妈的手机看动画片、看手机嘞。那你什么时候死？你想想我什么时候死？现在。当我夸别人妈的时候，你看我妈是啥反应？
妈，你看别人家的妈可温柔了，从来都不吼他。人家的妈是吧，以后别管我叫妈，这人孩子一天得八回。你看看我是谁？你是我女儿。错，是机会，是投资，是你晚年幸福的敲门砖。你干嘛？你想不想开豪车？不想。你大声一点回答我。想。你想不想住别墅？想。大声一点回答我。想。想。你想不想吃煎饼？我想，我太想了，我太想了。给你全部给你。开学第一天就让老师给轰出来了，你说说吧，这是为啥呀？老师问我们最喜欢的诗人是谁，我们班李思雨举手说最喜欢屈原。老师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屈原最有良心。别的诗人一死就留下了一大堆诗给我们背，屈原一死却留下了好吃的粽子和三天假期，然后全班都在鼓掌。你们班这是一群吃货呀，啊，那不得把老师气死呀。可是这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老师为啥要轰你啊？我也想要掌声，于是我也举手了。我说我也喜欢屈原，因为屈原先生用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三天假期。放假是一种很好的纪念方式，我们还想以同样的方式纪念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韩非子、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诸葛亮、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白居易等365位历史名人。说完全班都站起来鼓掌了，然后我就被老师轰出去了。给补补。啥呀？这个叫鸡官，吃的能当官，人家月月都当班长了，你也加把劲儿呗。我可不吃，你吃吧，明天你就能当局长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不开心。刚才我和爸爸去接你放学的时候，爸爸一直看着方世宇的妈妈。你说是方世宇的妈妈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们两个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方世宇的妈妈看着有点好看。那我呢？你看着有点好笑。Nice.